灵命罗刹一人当代，混沌回忆时，即便面对卡夫卡也可以做到全程健康血量，毫无压力。抽到了罗刹该怎么玩，一条视频告诉你罗刹的机制玩法与培养攻略。 Hello 各位好，我是阿伟。罗刹核心机制玩法就是结界开启的时机掌控，如果可以做到全程无缝衔接的话，那罗刹的奶量是超群的。想要做到结界的无缝衔接，罗刹自身的速度和充能就非常关键了。开启结界的方式一共有三种：自动叠一层、手动战技叠一层，或者是自动战技叠一层、大招叠一层，还有一种就是手控战技叠一层、大招再叠一层。这三种技能的组合搭配既可以瞬间开启结界，开启结界后可以通过队友的大招插队攻击敌人进行群奶。实战讲解一波，直接来看到混沌回忆时下半最后一波对战卡夫卡的情景。敌方回合云奇君一刀砍在罗刹，三分之一的血条没了，卡夫卡平 A 打到银狼，接着炎灵直接控制了银狼，银狼一刀砍下希尔。此时我方单位三人掉血，轮到罗刹行动，手动战技解银狼的控制，同时叠满两层的白花之客开启结界。我这个罗刹的练度还是很低的，希尔平 A 回605的血量，在结界内的队友也能回血，希尔触发在线攻击敌人又回605的血，再加全队的回血。此时希尔的大招一号再放个大招，刚刚掉血三分之一的罗刹全靠结界已经快回满了。换对方回合，云奇君加卡夫卡的连续攻击瞬间罗刹血条见红，触发罗刹被动自动奶一口，接着希尔击杀云奇，再平 A 一下，又给全队创造了两次的回血。所以只要在结界内，回血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如果觉得希尔的多动给全队创造了大量的回血，再来看到配合警员的情景，打上半惊人的片段，守护者一道闪电下来，直接把警员和罗刹的血量压低了，罗刹战技奶警员的同时解控。此时大招已充满，结界还在的时候就先别开，等结界消失了直接插队开大。对面守护者再次电罗刹，血条见红，罗刹触发被动开启结界。即便对面再次释放了强大的 AOE 压低了我方血量，但在结界内血量就能回起来。由以上两个片段配合不同主 C 的演示，可以看出罗刹的恢复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单带一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罗刹的核心就是这个结界，想要做到结界的无缝衔接，仪器的搭配就很关键了。套装是什么没关系，不管你是快枪手还是过客，或者是铁卫套 R 加 R 什么的都可以，最主要的是你的鞋子一定是个速度鞋，绳子一定是个充能绳，这两个一定要带对了。衣服建议再带个治疗量的，其他的无所谓，主词条对了，副词条有啥带啥，奶妈不需要太过讲究。光锥选择除了五星的装武之外，四星的此时恰好也很契合，也可以带白鹿的时节不居，剩下的有啥带啥不用纠结。配对方面几乎是百搭的，只要有奶妈的地方罗刹都可以塞得进去，目前来说就已经有很高的泛用性了，后续还可以针对类似于这种会复活的怪进行搭配。 OK， 以上就是关于罗刹的机制玩法以及培养攻略，觉得有用的话记得点个赞哦，拜拜。